我是刚换列车的那109年八月。8月6号，台北站，8:36出发的是4024。江源信号苏澳。新的车子为小群外车。8222+821为小群外快车车嘴。我下面跟班长们坐电瓶的地方面，等等，拜拜。2022江源信号苏澳新的车子。为小号区间快走，在台北站停好，谢各位，两老板。